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好好运动。有见面了哈，从面的动作有练习了，有冇？有哈，练习了，今天咱们做到动顺了哈。有练习嘞，你的身体呢，规则协调性就会动好哈。过后呢，你的心肺功能就会提升。过后做做的轻重要，轻重要的做动作的时间，做做的燃烧脂肪，燃烧你的热量，做做的身体呢就会变瘦哦，身材就会变好啊哈。 给前面的三只动作有记起来嘛，有练习啦哈，记得了，你练习做位做到卡顺哦哈，来前面做位搞太个轻巧一只动作，各位呢，你要搞好的呢，做四只动作，向下走好嘛，好，准备好嘛，嘿，水，那毛巾有不用旁边嘛，有哈，嘿，我一试试来敲一下嘛，唔会啦，你做做唔会，等等，安尼老师做，你做呢，你做为一来越强壮，越来越强壮，好嘛，好，然后哦，手叉腰，准备咯，提着轻松一位恩样哎，抬头挺胸，各位呢，面带微笑啊哈，来踏步哦，哎，轻好啊哈，踏步，然后给你搞一只新的哦，前面哦，无搞过的哦哈，哎，先做慢的好嘛，运动慢个呢，踏并步啦哈，来此刻呢哦哈，来右边，大块，并起来，大块来，哎，舒展来，大块，舒展来，走得嘛。 嘿，当简单哈，大块，脚有大件嘛，不大件嘛，唔会啦哈，做得嘛，当简单系嘛，做得哈，做得嘛，好来，要变较夹条位做得嘛，较夹条位哈，来较夹条位哦，一二三四，做得哈，嘿，有一些咧夹嘛，唔会啦哈，咱来强强哦，一二三四，当简单系嘛，一二三四，嘿，轻轻哦，一二三四。 做了两多组好好嘛，好，再来哦哈，踏步，嘿，你还脚的部分哦，好，你还呢要搞很熟哦，哈，唔爱动难啦，唔是紧张啦哈，动轻松，不用轻松来，然后向下走，嘿，当简单，老师向下走呢，你就学会啊，好嘛，好，你还脚慢慢停动好嘛，来，让牙竖大块来，各位啊，按呢边，嘿，大块来。 摆两片上，对，大块来，摆两片上，大块来，摆两片上，竖哦，要存出来哦，哈，走来哦，哎，旁边，竖正来，旁边，有冇？竖有来长长冇？有哈，当简单啦，唔是紧张啦，哈，走来哦，竖来长来。 嘿呐，做按呢，做按简单啦，唔好紧张啦哈，唔好一下看到就讲，哎呦，你按难呢动作，唔会啦，当简单啦哈，唔是紧张啦哈。嘿，来试试看呢哦，加上脚好嘛，脚，平下来，做得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嘿哦，记得咯，数我来出出咯好嘛，做得嘛，卡脚地位。 一、二，做得嘛？我动脚冇，哎呦，我手脚忙乱嘛，动作几多位哈，就会较好啦哈，加油啊，做得嘛？嘿，加油啊！哎，动有活力的运动哦，做体的时间呢，人家鬼神的哦，就动有活力哦，精神会变动好啊哈，来了。 哎，来脚踏步，做得哈，当简单系嘛，嘿，然后要本提升大家心肺功能哦，要变到高冲级轻高的地方哦哈，来本大家运动起来哦哈，来开始了，右边先做踏冰哦哈，踏冰，大家哈有做过诶哈，唔会想有，大家唔会做过诶，系啊，各位哦，然后咧留几边哦，莫轻扬哦哈，听下轻下做哦。 好了，开始了，来跳一了，跳过去，跳过来，有冇？当有活力的动作哈，跳过去，跳过来，跳过去，强强的啦，唔好按太上啦，强强的位，强的位，嘿，冇上啊，冇上哦，嘿，怎样来变强呢？都是啊，变变就做对啦哈。
嘿，安尼身体就会较强哦，你做唔得肚子太麻扎哦哈。各位呢，关脑，啊，切切的抬头挺胸哦，做对嘛？好，打到两数哦，嘿，来数来了，一、二，做对嘛？哦，啊，吐气哦，啊，吐气哦。哦，可能看到跳按头痛着，快去休息嘞哈，唔好拿来轻下筋痛啦哈，加油哦！做到没有？做得好，做细刀做好啊，做亮刀啊，做亮刀，做一刀，好踏步，做得嘛？迈开嘛？迈喏，一定迈开啊哈，因为做跳的动作一定迈喘，好，来脚打开来。深呼吸，哎，慢慢用啊，吐气，有冇？吸气要用来鼻孔啦，吸气，再打开来，吐气，走一刀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来，脚并转来，好，刚刚呢，因为按做跳跃性的动作，动作啊，然后给小腿的地方有一些些的酸哦，该要做嘛？该动作呢，好，按转过来，好吗？来做伸展牙大腿的动作，好，安尼牙咧僵咧就唔会按神样，安样来做呢？狼牙竖呢，站起来哦，好，各位呢，拿对牙脚，各位呢，狼牙脚掌啊，不用讲牙嘅，撕不了片来，好，肚子安样啊，竖起来哦，抬头挺胸哦，各位人拿我一只竖，安尼站起来，系啦，安尼老师强样哦，哈，有冇？安尼老师懂厉害哦，你看唔会紧痛有冇？很厉害哦，哈。故事呢，你老哎，那老师强用按你动力开发，做营业运动哈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然后强下，用啊吐气好吗？吐气按你背囊咽咽，按你做做的，然后背囊放松，也会放松好吗？各位做一道哦，吸气，做一道吐气，嘿，背咽咽哦，放松按你牙背囊当中的放松哦，嘿，数转来。弯片好吗？弯片哦，然后右手拿起来，哎，来得你右脚脚掌不用到你的师傅那片了，拿我一只手拿上去，哎，看安内老师哦，哈，你看弯了有冇？切切，很厉害哦，哈，唔会停头呢，很厉害哦，哈，故说一停停下的运动哦，你就会变得很厉害哦，好吗？好，变再来，做得冇？做一刀好吗？嘿嘿。以后呢，你都不卡做动作动作的时间呢，就坐在做两只动作去放松下腿部哦，哈，来来一来啊，两只手哎，蠢车了，嘿，有看到哈，安内老师懂厉害哦，抬头挺胸哦，各位两嘿，哎，吐气，好，懂重要啊，一定要吐气哦，哈，好，懂强哦，哈，来弯片来，走得嘛，走得哈。唔爱来空空跳嘛，唔爱啦哈，系我空空跳诶吧，就比如说让人家肚子嘛，安尼提起来啦哈，肚子要提起来哦哈，各位要抬头挺胸哦，哎厉害哦哈，来脚，飙起来，好竖哦，飙起来，各位吐气，记得咯，你哈吐气诶时间不能怎样啊，咽咽啦哈，各位吸气，走一刀哦，吐气，师傅师傅，啊脚很来哦。来吸气，做一刀好吗？来吐气，哎，等好哦，吸气，好，转刀转来，做得嘛，做得哈，哎，你就知道嘛，按你做一些放松的动作呢，就身体就较轻松的，莫按屈的，好吗？故说呢，厉害啊，然后老 T 一、二、三全部加起来，还记得 T 一只动作吗？又唔记得了，好吗？冇，来，然后叫下叫下做哦，哈，来踏步哦，哈。加油哦！踢一只黑马噶，旁边的黑马，加油哦！来，手叉腰，加油！五、六，旁边开始，旁边一、二、三，旁边一、二、三，旁边一、二、三，各位马噶，好高黑马，发到哦，走得嘛？各位马噶，旁边好交叉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抬起来，各位嘞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抬起来，各位跳八刀，好冇？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、五刀、六刀、七刀、八刀，嘿，然后向下踏步哈，走得冇？
有人啊，叫他做了四十通走嘛，有连在一起嘛，有嘛，有啦哈。其实哦，唔爱难啦哈，你做的时间啦，一定要吐气，吐气的时间，然后呼吸就会顺畅啦哈，就唔爱按开啊哈。做得嘛，四十通走，做连叫他啊哈，准备来了哈，来数叉腰。第一站系嘛个？旁边麦哈，记得了，准备哦，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，1、2、3。硬一闪，各位呢，后高黑帽，加油哦！1、2、3，抬头挺胸哦！记得吗？各位马该同众呢，旁边三四呢，起来，哎，旁边三四呢，各位跳八掌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做得吗？第一只同众来嘞，一。哎，那哎，那示范老师空用哦，加油哦，来哟、哦！听一下黑马干呢？哎呦，你看哎，那老师通着全部有机器了哈，多厉害哦！我说要听着哎，那老师哦，哎老通着机器了，那那张做的做鬼头的通，鬼头的通着哦，哎那人家肺活量、心肺功能张做在提升了哈，张做在全身张做在有活力、有精神哦哈，嘿，很厉害哦哈，走来一刀。硬一闪，后高哦，几多多，八多啦，有抬头挺胸嘛，加油哦，各位啊，马个动作，旁边三四，加油哦，各位嘞，跳八多黑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踏步。有冇？有一些咧起呀，系冇？有流汗冇？有哈，嘿，有流汗啊！晒晒去旁边拿毛巾哦，吹一下来哈。唔爱起啦哈，硬一练就唔爱起呀，好冇？好，来转身哦。刚刚系咪有做伸展的动作？很记得冇？很记得哈。来，用只脚，用得好。来，右手拿起来，左手呢，来点右脚，嘿，脚掌呢？不用到人家师傅聊天了，好，各位娘啊，肚式，数起来啊，各位抬头挺胸，有吗？有来到哈，走的哈，哦，慢慢的下来，弯一只脚好吗？来哦，来起来哦，肚式啊，肚式又走出来了，走的嘛，来往上哦，嘿，好来。前后一刀好吗？来来起来，肚子哦，抬头挺胸哦，有知道吗？越做越好哈，好弯一只脚，唔爱空空跳的，好吗？加油哦，肚子啊，又走出来了，好变好了，走得嘛？好来踏步哈，嘿，前面啦，四只动作都有搞你哦哈，记啊，记得咯。一天来练习哦，哈，来练习就会较熟练，嘿，安尼做起来你就会知道懂有成就感哦，哈，嘿，唔记动作嘅话咧，等下第一只动作做出来，第一只又唔记得咧，哈，安尼就冇办法做连续嘅动作哦，哈，故说呢，就会听听老师，然后四只动作全部背起来哦，哈，做得嘛，哈，来脚打开来，深呼吸，吐气。吐气的时间啊，让人规则身体放松哦，哈，吸气，走得嘛，吐气，嘿，轻后一刀吸气，各位吐气，好，来尝尝，数来都卡高地位，好，吸一口气哦，注意哦，然后让人胸口打开来，好嘛，好，胸旁边好嘛，来，让人胸口慢慢的打开来，有冇？有哪个胸腰吗？嘿，胸口规则，好，伸展开来，懂舒服哦，哈，来吸气，轻后一刀哦，吐气，看一下胸，师傅啦，师傅走出来了，师傅夹很到诶，嘿，都转来，好，转过来，洗澡动作还没做，做起来，懂轻松哈，不说呢，做动作的时间不是紧张啦，就听听老师做没问题啦，高文老师，你就听听来做就对了啦，哈。来，希望呢，下多来做的时间
我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轻松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就搞到这片了，好，拜拜，再见。